區政府打開口牌咧，似乎啊打得好開心下嚇，繼續係打開口牌嘅。不過今次就用咗不點名嘅形式嚟打呢個開口牌，雖然冇點名啫，但係大家聽落去呢，都會知道政府發言人所講緊嘅究竟係邊一個嘅。今次大顯呢一個技能嘅呢，就係新澤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啦。 邓炳强寻日出席破灭罪行委员会会议之后呢就见记者就话港区国安法实施到到而家咧，有一百四十三个人系被捕，八十一个人系被检控嘅。佢就不点名批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话有两名被告咧系承认勾结外国势力嘅。 佢指呢兩名被告呢，即係十二港人之一、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同埋二十九歲嘅律師男助理陳子華。而法庭審訊呢，就顯到有一名主導人物聯同啊一名外國人，佢即係講緊黎智英同 Maximina，就俾錢有使呢兩名被告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嘅。鄧炳強話。 案情透露啊，呢、這个主路人呢系点样利用两名被告鼓动其他嘅人参与公众活动，系点样利用佢所管控嘅媒体嚟制造形象，鼓动啲人出嚟对国家或者香港政府嘅憎恨嘅。佢又继续话呢，未来会有更多案件喺法庭嗰度审讯，大家咧就可以清楚咁睇到啊。 二零一九年發生嘅事情呢，唔係單純有一啲年輕人出嚟發聲咁簡單，而係有主導人物，有心危害國家安全，有組織性，類似一個顏色革命嘅犯罪行為嚟嘅。嗱，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呢鄧炳強又不點名咁提及有一個呢主要目的為籌款嘅組織，為啲黑暴被捕人士進行法律訴訟。 其實佢即係講緊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佢話唔知道呢個基金咧，究竟有冇協助一啲違反國家安全嘅被告？佢就話咧，留意到呢個團體啊，宣布即將解散啦。但係宣布解散之前咧，叫人捐大額嘅數目究竟係咪想臨解散之前走去撈一筆油水呢？咁佢又呼籲咧。 任何人協助或者教唆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有可能觸犯法律嘅。呼籲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試法。不過奇怪嘅呢，就係，當阿局長被問及喂，咁你係咪是係是叫啲人唔好捐款啊？佢就話：我冇咁講過。佢係咪其實可以講得清楚一啲呢？你咪乾脆叫大家你唔好再去捐款啊！ 免得大家誤墮法網啊！咁佢又唔係这講喎，即係所以有啲咧就叫人咧真係拗曬頭大家當然都會想知道局長點解批評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係撈油水㗎啦？究竟有冇有相關嘅證據㗎？邓鄧炳強就話嗱，當一個團體會解散，但係解散之前要籌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嘅現象。 我話都游水，相信市民心中會有判斷㗎啦。唔係嘛？咁樣講都得，係咪總係有啲證據？不過唔講得咋？呢鋪開口牌咧，真係打得相當之特別啦。當被問及喂咁，你係咪調查緊呢個基金啫？你估佢點答啊？不便透露，淨係話任何團體你自己心裏面最清楚。你有犯法嘅話？ 你有心理準備，執法部門一定會查你，有證據就會拉你，就會告你問你怕未？係咪問你怕未？呢句我加上去另外，警方日前呢就按《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嘅附表五啊，要求支聯會提交一系列嘅資料嘅。鄧炳強呢就用咗外國及台灣政治組織代理人。 嚟代替咗支聯會呢個稱號嘅，仲話幾日前咧，警務處長已經向幾個呢個組織嘅人士咧，按住《國安法》第四十三條附表五咧，發出咗封信，要求啊呢啲外國或者台灣嘅政府政治組織嘅代理人咧，係提交係需要提交一啲資料，包括會員活動同財務資料。佢係提醒下收到信件嘅人。 如果你哋唔依事如实回复，咧，可以罚你罚款十万蚊，最高判监两年嘅。根据日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啊向传媒提供嘅国安处信件当中就提到咧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系外国代理人，要求提供自二零一四年系二零一四年嚇始嘅会议记录。 同埋同唔同組織嘅財務往來，咁大家梗係好想知道，咁究竟係唔係嘅？支聯會已經被定性為外國及台灣政治組織代理人呢？如果係嘅話，點解有呢個定性嘅呢？咁嗱，你估鄧炳強點答啦？佢係冇正面回應嘅，佢只係話呢法律係有清楚嘅展示，警方係根據相關。 個人或機構過往嘅行為提出呢個要求嘅。至於點解要求要提供國安法生效之前嘅資料呢？佢係咁話嘅。佢話警方要求嘅資料呢，係屬於法例容許嘅。雖然國安法係冇追訴力嘅啫，但係有關支持檢控嘅證據啊係冇時效規定嘅。聽落去，大家係咪有一種？ 你講乜嘢都得嘅感覺呢？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前日就公布咗，話資審會裁定熱血公民鄭松泰係不符合選委嘅資格嘅，仲要即時咧喪失埋立法會議員嘅資格。大家又係想知道啦，呢一位身為資審會成員，又一向咁講求證據嘅。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啊，究竟呢？咨审会系基于乜嘢证据作出呢个决定嘅呢？佢就话咨审会考虑呢啲人啊，系咪做过有违反负面清单嘅行为啦？佢就叫大家你可以留意下呢、這个人过往嘅言行，大家自己做个判断，佢就不便评论同埋透露啦。啊，佢仲有个。 資審會係判斷參選資格嘅，至於係唔係展開刑事調查呢？係兩件事嚟嘅。鄭松泰聽到呢一點，應該可以感覺得安樂一啲啩。